我们昨天水库边放水出来，已经流脓了，你看没关墙都关门了。今天我把这墙全部都搭一下，底下秧箱都秧子都安过了，我已经弄一下了，已经平坦开了。 这水放下来已经没过这个干枯了的灾情，因为秧苗还不够深。晚上我的炕都没放嘛，下半夜一个鱼就流脓，一下两点起来，不然两点起来那么用的水。
改天来盘激情，你还盘不走。你想想就是的，可以想想睡的，把药丸给打成滴滴儿来，回家了。哎，怎么还喝了热的酒吧？喝不到。嗯。花点钱吗？嗯。花点钱吗？大住宅一个钱。拿不到的。看我最大一回。还是过不了呗。嗯，最终那块在里头。钱真贵了，到时候过后再要回。那个钱到时候多一下就可以了。哎呀，这个腰酸背痛的。哈哈哈哈！也不要得，你噻吃饭好幸福，你晓得，你坐到你就晓得了。不用了，吃饭。嗯，那我机器人要是盘回来，那个罐子再多也会盘不回来。平常水倒过了都。水管打了也得盘。去勾一下，高头的给它勾一下，就基本上可以摘了，比较少一点。想到黄金那些。